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co。我这次想问问看你们大家，你们跟我一样是经常久坐或久站吗？还是你的小腿会感觉酸酸胀胀的？还有就是很容易水肿的问题呢？我想与你们大家分享这个舒压小物，使用方法超级简单哦，只要晚上穿着它就可以了，隔天早上起来双脚就会整个释放压力。要维恩正盘袜。夏日凉感款，睡觉也不怕热。日本大师监制，台湾制造，独家专利 S 指环，只要套在大拇指与无名指上，专利钻型 3D 编织，四阶段的加压设计，还有独家凉感纱设计款。凉感材质夏天非常适合穿，凉感材质共有两款的颜色可以让大家选择，冰晶蓝、冰晶粉，晚上有开冷气睡觉也不怕双脚冷冰冰。正反面是非常好分辨的，脚后跟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两边这个地方就是指环。按下来之后呢，可以有发现到有一个大字，就是在分别左右脚的方法。先卷起袜子，对准脚尖套入，再调整后脚跟的位置，将袜子再慢慢的往上拉到小腿，在膝盖的下方就可以了。再把指环套入大拇指与无名指，如果你觉得脚背太松了，还可以再往上拉一些些，这样就完成咯。提醒大家一定要套在大拇指和无名指，因为这样子的专利指环套在这两个指头上面，才可以协助把整个脚趾拉开，让脚底可以更平和的服贴在地面，让下半身的姿态越穿越美哦。小腿真的胀胀酸酸的感觉非常不舒服，而且啊，我自己也很担心小腿会越来越壮，而且你没有去适当的让它放松，只会让它的肌肉非常的紧绷。像我使用这一款正盘袜，它就是真的非常的舒服，不会让你感觉到压迫感。它的四段压力是非常足够，而且也刚刚好，它是分阶段的，在每一个部位，我觉得设计非常舒服。重点是它现在有凉感款，所以让你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在家里面穿，你也不会觉得很热，它穿上去就是有一种凉凉的感觉。但如果你想要清洗它的话，建议是手洗，也不要用烘干的方式。而且我觉得一个人起码要准备个两双至三双，可以轮流替换。为什么小腿的放松是这么的重要？因为我发现我们除了让自己放松以外，都忘记要去按摩。如果你真的很懒，跟我一样，觉得按摩需要花时间又要花力气，那你就选择正盘袜，让你在睡觉的时候让正盘袜帮你按摩。我是觉得非常的省时间，你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放轻松就可以了，你不用去想太多，你隔天早上起床就是让你的双脚真的那种感觉，很像是那种气球瞬间啪泄气的感觉，很舒服，是那种你会爱上的舒压感。你会感觉穿了一个礼拜之后，你会爱上那种舒压感，你每一天晚上你都一定会穿这一款正盘袜，因为是真的很舒服，我强调了好多遍。重点是它很透气，让你睡觉的时候也不会再踢被子觉得脚很冰冷。你双脚很冰冷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睡不好，那太热也会睡不好，那这一款袜子绝对就是很适合你们。就算出去外面玩，我也会把它放进我的行李箱，在饭店的时候睡觉也会穿着它，因为走路一整天下来双脚真的很累，而且真的会胀胀酸酸的感觉，走一整天的路小腿也需要好好的放松哦。我们一起把美腿美姿调整，一起带入你的生活吧。